值得选择，值得等待，值得分享。三年时间，莫兵立马，全天候出发，想玩越野极限，心所在，皆可往。这一次，我们向着环塔出发。2023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沉寂三年之后，于2023年5月在新疆阿克苏整装待发。赛事全程超过4200公里，包含2200公里特殊赛段。本届环塔拉力赛，杭卫、张国宇、资云亮等环塔名将悉数在列。3W 作为杭卫车队战略合作伙伴，也和车队一同出征。从浙江台州出发，穿越大半个中国，走过河西走廊，穿越古丝绸之路，抵达美丽又富饶的新疆。环塔口号是超越梦想，挑战极限，征服自我，与3W 的品牌理念不谋而合。3W 寓意着值得选择，值得等待，值得分享。没错，值得选择超越梦想，值得等待挑战极限，值得分享征服自我。当全世界越野爱好者的目光聚焦到此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也将关注点聚焦在达喀尔冠军中国籍车手韩卫和领航马力以及他们驾驶的103号大黄蜂赛车上。可以说 3W 赋予了越野穿越探索新的生命力，无论是戈壁、沙丘、沼泽都无所畏惧。